Let's go！没事，够，你要帮我遮一下。开箱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菲比，今天我们要来试吃草咯，因为他们两个现在年纪渐渐变大，所以要开始换草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就开始吧 ，Let's go！ 哎，甜燕麦，这就是提摩西啦。我觉得我好大胆哦，还没给他们试吃，我就买那么大包，我相信他们喜欢吃啦。人是不挑食的乖宝宝，对不对？嗯，我知道。哦，素草，我买比较大包，因为他们吃得快。这是以前的原本的木薯草，还是香的，那就先不剪了。他们这家的甜燕麦蛮香的，他是吃叉叉家，这次吃另外一家，很棒，现在去买一个。他们就开始试吃，哎呦，他们第一个先看的是提摩西二哥，感觉好好吃哦。没人要捧场以前的木薯吗？摩西二哥获胜。如果拿青椒来，这四项没有人要吃。说真的，这两个真的很香。胖胖比较喜欢吃提摩西。等一下，猫。猫那个猫尾巴，逗猫的。嗯，吃掉。哎、欸，我在逗猫哎，我在逗鼠，你居然把我吃掉。没了。他是刚刚拖过去的。你就大胆的往前走呗。我们先让胖胖退场，他感觉想尿尿。2000 years later， 草莓直接带来了是不？来，我们来吃以前的木薯草，连甩都不甩。多一点的老木材，以前的木薯草就没人要吃了。他们两个都是不挑食的家伙，棒！妈妈，你怎么趴下来了？这样最好吃的东西、啊。我爸说比较好吃，好吗？
给你啊。哎呀，太大力，太大力，哎，太大力。你敢不敢？来，我们来开始介绍一下我们的草。这个是甜燕麦，它长，我觉得我拿它屁股的这一戳出来，大概就知道。屁股，你借我过一下，安全帽踢走了。甜燕麦长这个样子，然后再来是提摩西二哥，他的那个草真的是还蛮香的，然后他的这个也还蛮绿的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人家鼠不会挑食。再来就是我们的木树草，这个那么大包，它没有那个假链袋，所以要可能买了之后要自己用假链袋分装。但是我那时候已经没草，我就先去买他们这家，然后也是一次就买两公斤。两公斤我什么时候买？一月多，买二月多，已经被他们吃完两只，吃到剩下这样，超厉害的，对不对？但晚上他们还是蛮喜欢吃的，虽然有一半他们把它拿起来踩在地板尿尿，那个就不说，可是他们至少还是会吃啊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帮我们按赞加订阅，或者是开启小铃铛追踪我们最新资讯，或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Baby Diary。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 See you。 啊，你怎么喜欢用屁屁看人呢？然后最近他心情很不好，因为他的屁股毛被我剪掉，所以现在心情很不好。不好什么啦？啊，你就一直乱尿尿啊，然后就割到啊，我当年要把你剪掉啊，那你不爽？吃草评鉴大会，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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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。